都人好吃。有句话说，重庆人发明，成都人提高。由重庆人发明的麻辣火锅同样在成都得到了发扬光大。偌大个成都市内，数不清的火锅店，数不清的男女食客，数不清的火锅种类。与火锅一样让成都人着迷的，还有从市井中走出来的方言笑星李伯清。黄河水滚滚滔滔，荡尽了封建王朝，也的雄狮无处依靠，船也是江上渔樵。禅师少叙，今天给大家说一段三大评书。人和脸，树和皮，垫子泡子一和玻璃，一辈子死盖面子活遭罪。一说到这个面子问题，特别有人都在说我们成都人是最爱面子。但成都人爱面子咋看法？因为成都人这种爱面子要爱出水平来，不管是请人家吃火锅也好，请人家吃饭也好，好要当斤斤当片片，卖裤子卖衣裳都要招待人家，这很对。但是后来就有一些这种不对，你不能说完全都是这样子，因为很多人就是老板来了过后要有句话叫哎，克扣自己。那么今天自己定跟自己不吃，都要让朋友吃好走路，对的，很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。但是也有小部分人是属于这样子，你不要进馆子吃饭，一看到还买单了，他就开始漱口了，不然就是哎呀，这个既然多喝两口，脑壳有点昏了嘞，又要买单了噻，单一买他就清醒了。还有一种更多的是这样子给钱的，哎，下来不要给我，都不要动，都不要动，我这，哎，我这，哎，那收我的啊，不要收到不了，我这，你钱揣到哪儿来，你都不晓得，说你身上充过的三个包包，你好啊再好，这个也叫假打，结果他并不想给。我曾经说，我们这一辈子就死在这三碗面高上，哪三碗面？一个是耗的是脸面，二一个打的是台面，三一个最恼火的是一辈子打不过情面。因此，不管你耗不耗面子，总之一句话，耗面子要耗出水平，那么我觉得你这个面子就该耗。过去旧话形容了哈，屋头靠酱子，外头崩面子。所以耗就变成崩了，虚崩了。哦，我还举个例子，你比如说过去成都的冒饭哈，三分钱碗，好、哦，就解放后都有嘛。好、哦，他吃完冒饭，舀一碗那个炖非常耐心的汤，不要钱的，撒点葱花，倒点豆油，哦，我们喊酱油，靠转口。他实际上只吃了三分钱。他那个圈圈的嘴头多，就是牙圈之类，实际上他又不是牙圈，好像我才吃了鸡肉，哎呀掐到牙齿，结果他吃了三分钱，他掐到啥子牙齿？李伯清可以算是川味语言的发明家，他把好面子虚伪说成是假打，这可能是他作品中最著名的一个词汇。这一词汇很快在成都的大街小巷流行开来。比如说你跟我说个问题哈，我不信，哎呀假打，就证明你这个人靠不住，就变成这样的含义了。哦，也有假打，社会现象确实有假打，尤其前些年了，皮包公司太多，这个骗过去那个骗过来，所以他这个假打在那个时候吃得开了。现在人们就已经习以为常了，管李伯清假打。你所有电视机底下的观众朋友，因为煤老板庞祖云先生呢，他不可能挨家挨户来感谢大家，因为在生病期间呢，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，所以趁此机会，我代表他，因为我的精神稍微好点儿。对电视机底下所有的父老乡亲对庞老师的关心和爱护，表示由衷的感谢，也祝你们爱护好自己的身体，珍惜生命，多活几年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好，
哎哎，张磊好。现在的李伯清是成都众多媒体竞相关注的人物，而好热闹的李伯清也是乐此不疲。有名的假打打，他是在四川有名的假打，人都说是假打，看到李伯清连小娃娃都是说，哎，假打。就是李伯清，李伯清就是我。我的观众，不管男女老幼，啊，他看到我，他不要看到其他艺术家，哎，张老师，哎，王老师，哎，赵老师，他会这种，男女老幼都这种，但唯独看到我，起码我这么多年的体会就是，在这个比例后头哈，从老年人。到男人，到女人，到成功者，到当官的，到小娃娃，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但不一定每一个哈。我就记，他在这每一个年龄层段，每一个这个地位层段，他都有这种现象。嘿，老李，哎，给我讲到，啊，哎，李哥，甚至十七八岁女娃子，哎，白谦哥，这种喊法的，啊，一个老头，嘿，给我讲到。有女的，嘿嘿嘿，假打，头戴一顶红绒盔，红绒盔上加簪缨，簪缨上面按七星，嘿，手持锁子链环加七星宝镜放光辉。说这些，谁来唬我啊？哎呀，我懒得跟两个说，这东西说不清楚，嗯，有点讨厌。李伯清呢？他为啥子变成散打呢？哦。不明事理，他就不成套路了，不是的哦。遇到拳法一定要打个套路哦。我可以出这一招，又可以出那一招。你才开始耍朋友的时候，男人跟女人之间可以打到这个程度，比如说坐在河边上，或者哎坐到树枝底下，或者坐到那个椅子上，坐到那个石头垫个手帕子，那个时候问人都和话都很好。对女的那个时候问。你喜不喜欢我呢？肯定喜欢你的。你是不是真的很爱我呢？当然爱你啊。为了我，你是不是啥子事都可以做呢？那个女的呢，皇上就问啥事可以做，她也甩原子弹可不可以嘛？但女的喜欢问这些，晓得不？那为了我，你是不是啥子都可以做呢？男的那一瞬间回答的干脆，肯定啥子可以噻。为了我，你愿不愿意去死呢？大都不可以了，马上就可以自杀。嚯，好感动！女的感动的眼泪花跟到底，还一下就靠过去了。人家还是很爱你，这很亲人。结了婚了，娃娃也几岁了，你看到像那几年哈，男的那打蜂窝煤啊，眼睛都出来蒸汽蒸不开了啊。我那个蜂窝煤咋那么湿啊？女的那看洗铺盖啊，边晒还边吹过一下，想起了，那你坏例子我只举我自己身上哈，这好例子都举给你们。老李，爪子嘛，今天是啥子日子？你晓不晓得啊？啥子日子嘛？烧火的日子。你记性那么好说？哎呀，爪子嘛，哪有那么多话哦？今天是我们结婚八年了嘛，怪事都搞忘了哦。都结婚八年了是吧？嗯，老子等于劳改了八年。然后这个就问了。你当时说的你很爱我，我是爱你嘛，两个给你过来爱心，这句话呢又说的小声，反正骂人的话呢看到谁的后头去了啊。你说过为了我啥子事都可以做，咋没做呢？他也是我道的娃子，我错的时候在打风，我们不是我做的呀。哎呀，你说为了我你愿意去死嘛？这个事男的就不想当初，当然可以是马上就能自杀。这个时候你说的你为我愿意死，现在你愿不愿意？
哎，你管像有神经病是吧？这个是不但不愿意死还骂人。按中国人的传统说法，人生三大不幸，第一不幸就是幼年丧父。所以这第一不幸就落到我脑壳上。但是很遗憾的是，当我父亲病故的时候，我没有哭，因为我不懂得悲伤。当我长大成人过后，我回忆起他的时候，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已经死了，躺在门板上。你那个时候没得现在那么发达，直接就送殡仪馆、冰冻火了，就在家里面盖着一个白被单躺在的时候。因为我父亲喜欢穿中式啊长衫，我唯一记得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上辈这些老辈子就，哎，父亲，去喊你们爸爸起来吃饭了，不懂，认为是父亲睡了，不去喊他，得扯他父父，所以我留下的印象就是。我父亲也是，但他比我好哈。我呢，可能现在样子又黄又稀稀老老。从美学的角度，我早都把他剃了，因为他长得并不整齐，并不好。可以说，这就是因为我现在他的坟在哪儿都不晓得，城市的变革改革都不晓得。曾经一度有一张相片也没有了，得没有一丝一毫，除了我身上流的血，唯一在表面上能够勾起我的回忆和记忆的，能代表的就是这个了。成都是一个让人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，也有人说呢，成都是中国最休闲的城市。说这话的人大概是因为感受到了成都人生活的闲适。地处天府之国，气候温和的成都，人们自然也就用不着操那么多心，费那么多力，做那么多事情，只要消消停停，悠悠闲闲地过日子就行了。在成都的幽静小巷中，时常会看到三五成群的成都人在喝茶聊天，他们形象地叫这是百龙门镇。商鞅有句话说得好，吃不得该死，说病就该输。为啥要说这句话呢？哎，大家不要小看说我，你看其中的流行语言谈情说爱，关于这个所谓谈情说爱，那么这四个字后头谈跟说无形中就占了一半。那么为啥子？就说明说很重要，要说就说，哎，其他不敢吹。我们四川天府之国为以成都为首，那就是啥子？摆龙门阵。成都龙门阵摆悬狠了，那就吓死背时，那一摆悬了就悬到这个程度。比如说这儿门口骑自行车那个出租车挂倒了，擦了滴点皮，这个龙门阵
一摆在东门上就碾断了一条腿，这个龙门阵摆了龙泉驿就碾成两半截了，摆龙简阳就说的是，哦哟不晓得哦，两人带汽车的哈龙的房长就磕起去了，吊车吊上去的时候，这也是这里龙门阵悬啊，这里龙门阵悬到啥子，悬得了来几年做生意当串串当倒爷了，北方话说，我曾经说的茶铺头边刚才我这儿有50吨，我这儿有60吨，那一天整个茶园里面摆龙门阵的年产，那个日产量超过了世界年产量。这成都人就是我经常说过的说两个，就是一个爪子它都可以产生好的效果。哎，凉粉儿，你把两个妹妹喊到包间里，各个人做的爪子嘛，而人家指望你们来好的爪子。哎，大白天当然你们也不敢爪子，哎，当然纵然你们爪子，人家也把你们爪子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因此，说到这里，归纳拢来就是，成都人还好摆龙门阵，但成都人的龙门阵摆得有水平，摆得有味道，摆得你心安理得，摆得你舒舒服服，摆得你巴巴适适。如果想听成都人摆龙门阵，对不起，你到成都来听更真格，更真格。凉粉凉面，等会儿。等会儿凉面凉粉儿，等会儿凉面凉粉儿，来等会儿想楼上也好好等会儿凉面喽，来等会儿想楼上也好好。成都的市井语言形象生动，风趣幽默，发达的市井语言造就了许多像李伯清一样靠说话为生的评书艺人。成都人的语言很优美，我收集了很多成都土语。两个人骑自行车略有差跑，马上这个人把车子一停，你做啥子？我做啥子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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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未必你还能做个啥子？说啥子？我不能做啥子？娘是你娃娃也做不到个啥子。结果啥子两个字就把各自的含义就带出来。比如说一般北方话就是你吃饱了撑了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而我们如果说这个就是你长饱了，肠子长撑了，肚子都整来翻起了，你想那个肠子是一盘盘的，都把它长撑了，那个肚子都翻出来了，你说长到什么程度？还更不要说已经长了喉咙管了。其实很简单，我既不是什么艺术家，也不是什么大明星，当然也不是坏人，我仅仅是你们的朋友。哈，现在年轻人根本想不到，想当年我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管第一个月的工资的时候，说真话，除去伙食生活费，省了人民币1块钱。当我把这1块钱拿到，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凭我自己自身的劳动而挣来的1块钱的时候，我是紧紧地把它捏在这个拳头的中心，丝毫不敢松懈。然后拉扯一趟，起码跑了6条街，回到家里面，一想那种童心、那种兴奋、那种说不出来的味道。当我把这1块钱交给我母亲的时候，哎呀，跑得大汗淋漓。当我母亲把这1块钱接到手上的时候，当然，至于他这种感觉，就只有他老人家才清楚。起码我的感觉就是，好像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我终于长成大人了，大概就这种感觉。
说现在的娃娃啥子一块块钱，也许有些时候夸张点儿，哎，走路也好，在公共场合掉过一块钱，甚至十来块钱，稍微踩脏一点，都不愿意俯下身去捡。你可知道当时那一块钱在我们这个童心的心灵深处是什么样的感觉？爱上茶馆，事实上成都的茶馆也多得有如雨后春笋。据成都通栏载，清末成都街巷计516条，而茶馆即有454家，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。即便在今天，成都的茶馆恐怕也仍是四川之最，全国之最。成都人大约有半数左右是在茶馆里过日子的，至于另外一半则多半进了火锅店。正如北京的城门是解读北京的人门之门，成都的茶馆也是解读成都的一把钥匙。谁才气四个圈，十人都往里面钻，谁人钻出圈圈外，长生不老活神仙。哎，为啥子要说这几句呢？光得说一个人过得怎样的逍遥，过得怎样的潇洒，活得是怎样的撇脱，有了怎样的浪漫。但是话一说转了，除非你把这四个字摆脱了，就谁才气你把摆脱了。我们成都是号称是悠闲的城市，悠闲到啥子程度？悠闲到你看了两口子好像没得啥子工作，又没做违法的事情，又没做啥子生意，嘿，狗两口子还是整得风车都转的嘛，房子照样装修，冰箱还是买的嘛，你搞不懂是咋个来的啊？他是悠闲的，很有水平，他会算账。比如曾经一度我们来的年轻的时候，就算啥子账呢？比如身上钱少咋办呢？举简单例子，今天一块钱早晨这一顿要吃了光中午，好多人就拿到过桶了。但成都人就会算账，这一块钱他就要这样子安排，不但可以光中午，还可以光到黑了，那吃法就变了，那就要咋个吃啊？首先就要吃一碗粉子老汁儿，那小可可垫底，他就在胃底下躺起了。然后再吃根油条撑起，最后上头吃个窝子油干扛到，再吃个糖油果子干成棍儿。你这成都人到时候是不是就整饱了，对不对？当然这个悠闲还不算，你看我会儿再给你说几个更悠闲。成都的周围是万亩良田，风雨富饶，成都人的生活也是悠然自得。在成都历来都不乏李伯清这样的民间艺人的生存空间，说评书，唱弹词，演川剧。在成都遍布大街小巷的茶馆为民间艺人们提供了演出的场所，培养了一代代忠实的观众。成都人很有总结性的，哦，啥子吃点麻辣烫啊，看点歪录像啊，打点小麻将啊。我是习惯喜欢吃豆花饭，我们豆花饭，我们把花字加个儿音就是花儿了。我又买了5块钱的黄辣椒，哎，我回来倒说不上吟诗一首，就顺口溜嘛。哦，早蛋豆花饭，5品黄辣椒啊，夜饮1杯酒，逍遥落余生。好，喝了喝一杯酒，把我那杯子都这儿只有几钱酒，哎，但是他给人的这种文化素质，那种
小贤的心态分不开。你吃完豆腐饭有啥不得了嘛？两块钱，那五块买个黄辣豆，你还在那儿耍不溜秋的，就证明成都人的情趣。不能说成都人不追求，也不能说成都人不奋斗，确确实实成都人也很有他很勤奋、很勤劳的一面。但是呢，他特别讲究对生命和自然的一种和谐，而且不是特别强求什么，而更多的是顺应自然、顺服人性、顺服天性。比如说，很多人都说了，四川人、成都人，尤其成都人的闲事，或者说小富即安，就是我觉得也未必就错啊。哎，就是小富即安。咋说呢，就是难道说非得我们要大富大贵才能够平和吗？啊，那么对生命理解，我们作为人，作为一个人的一辈子来说，他也就只那么几十年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享受生命，怎么样去体验生命？那么成都人在这方面是否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啊，很爱去体验生命。